好，带您看到爱情长跑多年的名模倪亚伦和篮球国手邱启毅在今天下午完婚，那么喜宴上众星云集，玉龙直男明星李学林、陈信安还有新娘的好姐妹张钧甯都到场祝贺，这对新人也相当的大方哦，在现场就亲了起来，也让所有人都感受到甜蜜的气氛。深深的一吻，倪亚伦、邱启毅在这一刻正式成为夫妻。这对高人一等的新人，在爱情长跑多年后，选择在13号举办喜宴，要把幸福传递给所有的亲朋好友。两个人筹备这场世纪婚礼长达半年，被问到辛不辛苦，倪亚伦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我觉得我老公有累到，所以非常累，非常累，就是有很多的事情都。可是我相信我们今天会阶段性的完成，然后会很开心。两个人也笑着谈到求婚的过程。就在我生日的时候啊，然后就在切蛋糕的时候帮他许个愿望，然后就在当下跟他求了婚，这样。就是他的生日愿望之一。对。对。希望他嫁给我。新郎直男的老战友也都到场献上祝福，新娘的好姐妹张钧甯也特别盛装出席，穿着独一无二百万定制婚纱的倪亚伦也跟邱启毅约好婚后不吵架不劈腿的二不政策，要让现场的所有人成为他们幸福的见证者。年代新闻饶湘怡、柯建如台北采访报道。好，喜事连连哦。